上班的时候还偷偷的按手机，然后玩唱唱哦，千万不要告诉他老板哦，这是我们的秘密哦，这是秘密哦。只是美丽夜色伤感了我，天长和地久，假若是个传说，何必去追问谁对谁错？曾以为得到的就是快乐，精疲力尽还要彼此折磨，还是合上眸？难道只有创梦？难道只有放弃才能解脱？为什么付出那么多，你还是让我感到悲伤难过？是我自己太过的软弱，还是上辈子欠你的太多？为什么付出那么多，竟然却越来越感到了迷惑？找不到你想要的结果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我一直觉得头上有只鸭子，好像神经病哦。假如此刻还有些许的难过，也许是美丽夜色伤感了我，天长和地久若只是个传说，何必去追问谁对谁错？曾以为得到的就是快乐，精疲力尽还要彼此折磨，还是和山盟？难道是个泡沫？难道只有放弃才能解脱？为什么付出那么多，你还是让我感到悲伤难过？是我自己太过的软弱，还是上辈子欠你的太多？为什么付出那么多，竟然却越来越感到了迷惑？找不到你想要的结果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伤难过，是我自己太过的软弱，还是上辈子欠你的太多？为什么付出那么多，竟然却越来越感到了迷惑？找不到你想要的结果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
来玩一个游戏，来玩那个发唱唱的 MV， 然后分享，我们来抽礼物好不好？礼物就是土肥的白豆腐，可以免费摸100次。好像这个礼物不是很吸引人呐、啊，当然是秘密啦，下次就知道了。